头颅被抢走了嘛？金头颅应该是。秘密里的酷酷我捡到了，潜行酷酷。看哦，好像真的不见了。你物品栏一二三是可以直接锁定到它的位置啊？可以可以。对。他现在在哪？坐标在哪？嗯，好，我看一下哦。直接抓他坐标。巧克力，你有铁剑吗？哦，我可以走。坐标。我想说，我换钻戒。好啊好啊，这里是9863负六十，9863负六十，负六十比较远。他一个人还是啊？他们偷路啊！跟哈基和孟娜 OK 回去了。对对对，这边已经回来了。他们的装备现在如何？嗯，哈基有钻石的帽帽，其他人没什么装。好像也没什么，没什么武器。他地手上有拿不死图腾，不死图腾啊，那而且他们活在冰上面，很奇怪。杰克想怎样？我是有一个不死图腾，也有一颗附魔金苹果。哦，我是觉得可以打。那我把那个钻石做一做，我可以做，我也可以做个脚。嗯，西瓜。要带着啊！我拿这个，我拿走了。好，你都拿。我做一颗，我有法杖。我刚有一个箱子也有法杖，我不想拿。哎、欸，那我给你铁脚胶。好，八八锁链脚应该锁链裤应该比较强吧？锁链比较弱。哦，锁链大概等于黄金吧，这样感觉。有功吗？他们在吃金苹果。No。哇，你的呼叫空投我们不能捡。立即治疗。我有一个毒药水，你要丢吗？好，可以。然后这个。先拿一桶，我带着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哈基翘翅喽！哈基翘翅了，对对对，他在起飞，我跟着他走。欸、你看云月，我们直接去他那里，再报一次云月的坐标，我们直接去云月。OK OK， 哎咻！嗯，这个是给你小店。OK， 嗯，奔跑会受饥饿效果，用走的。10263-61，10263-61，所以我们就跑 Z 而已。63-61，他们现在在那个海中间一块冰上。哇，所以过去就会蛮明显。哎、欸，哈基在上面，哈基在上面。好、啊，哈基刚丢毒没丢到。哦，抬头可以看到哈基。没有看到。现在跑不是会饿吗？一点点。对，小心。我是没啥食物。他们的冰融化完了哎、欸。总之，海上有一棵樱花树。OK， 他自己感觉也回防了。哦、他在这边又救。还有吃金苹果。嗯。嗯。啊，他回来了。哦，他有钻石的鞋。对，而且他还有三叉戟。陨月反而比较没东西。陨月有拿那个不死图腾。他跟他们可能都有，哈基现在是翘翅啊，等于他衣服很烂，黑跑了，有道理。哈基又飞了，游过去吗？杰克，可，好，我游喽。或者你坐船，好。哎、欸，你被打？没有，摔到。哦、游低一点，他就比较看不到我。那你要记得上来呼气。有我看到，哎、欸，他看到了，因为看到了。啊，累个的，累个。哎、欸，孟娜还在，我先去打孟娜。啊、好，因为走错方向了，你们去打孟娜。很累个，很累个。只剩孟娜了。哇，那是什么？两滴。哦，小心。有倒。应该不在。
因为刚刚有要对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还有金苹果，还有金苹果，去吸。先拿，先拿。嗯。哦，还是抚摸的、啊。会时不时丢药水下来哦，小心。好，在水上应该比较没事。哎、欸，有弓箭啊！哈基有弓箭，哈基有弓箭。隐约隐形哦，他想要走回去你们那里。好。嗯，他现在好像……我掉声音了。很像啊，他走去对面了，他们要去你们那里了。好，你帮我们看着，你帮我们看隐约。哈基在射我，哈基在射我。那他那个有点远，没办法。好。就是把梦娜的东西捡一捡。我有隐形药水，我先留着。哇，也、欸、没事。范围燃烧火焰瓶。哎、欸，我好痛，好痛！被他射到了。在哪里？在哪？他还在上面。哇、哦，他波涛，他波涛，他有波涛。我吃了金苹果了。隐约，隐约怎么飞这么远？等一下。他要过去打人了，这个是谁？阿乔，阿乔，他在你附近。好。哇，他直接打我，他打我，看不见他。他隐形是不是？对。树上吗？你是树上那个吗？隐约，隐约。隐约嘞？等一下。太恐怖了。哈基还在上面，哈基在树上。孟娜的金头颅我拿了。好。刚刚发现还在。隐约在追，在追阿巧，在追我啊！嗯，还在游泳，还在追你。这个帮我看。球松很多，好，站个。他是隐形的，他是隐形的，他上岸了。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，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。好。他打我，他打我，我打他一下。他走掉了，他在水里面。好、啊，又上来了，蜘蛛网，蜘蛛网，有黏住，没有，哎、欸，还黏到，还这，黏到，还这，快打，等一下，喂，打不到，嗯，隐约在，隐约在哈基旁边，喂，有，你不要直接丢毒他，好，可以，那离开，有，所以。哇！哦哦哦！啊，可惜可惜，没关系，东西很多，东西很多。我去看他。你去看他，你去看他，这边东西很多。他飞太快了。特点我拿了，特点我拿了。有你拿你拿，我这边有很多。他好像飞下去了。一个不死图人衣服。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我你的铁衣服了，丢掉。他在你们头上盘旋。在树上，在树上，拿剑，拿剑，他拿着弓箭，弓箭。哦，很痛，很痛，很痛。弓箭和不死图腾。那弓真的还蛮痛的。嗯，你西瓜那个还有机会吗？西瓜没了，西瓜没了。好，但我身上有十个西瓜，我等一下自己做。十颗西瓜片吧。十个西瓜片，十个西瓜片。OK。他可能要下来喽。他刚丢。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他走了，他走了。这么紧张刺激！我刚才用那个吸收，好像就大地有吸到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哎呦，在上面了。没事，我把我自己扁掉。哼，怎么跟我斗？嗯？哎、欸，回满。在树上，在树上。树上，在树上。我头、啊、头上这一个。我还有一个不死图腾呢、啊。你有不死图腾吗？我没有。我给你，我给你后面。Thank you。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打他，我们没有箭弓箭的，没有线。我们缺哦，我们缺哦。他隐形，可是他穿着装，应该是看得到。哎，我有那个，我等一下看可不可以捕获他。他还在我头上，他在我头上。哦。他也得下来，他也得下来。对啊，我看可不可以捕获他，让他卡在上面。好像没粘到。没关系，至少稍微牵制。人类飞走了，杰克有几个西瓜？西瓜我没了，两个片。那我们上来弄。会饿哦，现在跑得饿哦，好饿。我也先跑。牛啊牛啊！哦哦哦哦哦
还好我拿着，好痛，用掉了。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，他进来了。好，你小心。好大一个坑！那我们先跑圈，然后丢一下那个好了啦。好想要，好想要丢空投，说不定丢一丢空投我们就有攻了。好痛，好痛！等一下，没下雨摔死。对啊，哎，这里有头颅哎，拿一下，拿一下。不知道谁家，哎，把它留着好像也不错。那我顶空投了、哦。好，他要再射，他要再射。啊，不对，是友军。嗯？你那里有一只友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叛变了，叛变了！哇，你需要空？哎、欸，什么什么状况？友军叛变了。友军怎么不？那个柯城台这边有我。哎、欸，那个阿喵他们来了，阿喵他们来了。好，他放毒蜘蛛，他毒蜘蛛直接过去咬回咬回他，好像是个机会，好像是个机会，他们又继续放了。你、欸、有一只走过来了，有一只有我还有附魔金苹果还留着，有一只蜘蛛，有一只，这个我不行，这个我不行，有点恐怖，会卡卡的，很可怕哦，还蛮多的，他们要走回来了。他们要来哦、喔欸！他们从另外一边走。啊。西亚怎么只剩一个人？他们有弓。哈基也掉上来，掉来这棵树上了。哇，中毒箭矢、嗯！哇，都在了。我先给你那个七个西瓜片在这里，你有机会再做。哈基也在上面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大概三叉戟。然后右边又有毒蜘蛛，太热闹了。哎、欸，西亚没了。哇！哇，圈外。往前，往左，要往前往左。哇，那个毒还毒蛮疼的。叉戟那个位置很好啊。叉戟在上面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嗯、我觉得我们贴着这个左边圈可以直接跑。遇到他们就打，阿基在上面没错、嗯。爸爸，哎，我被粘到了，我帮你，帮你。哎、欸，后面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小心。哎，喂，太坏了吧！啊！白痴苦力怕！哇！你被苦力怕炸！对，我必须挡阿喵，要挡苦力怕。好多毒啾啾，好多毒啾啾！哇！阿喵不死图腾，好混乱。不是、啊，哈基，你要想，你不来，你也会没。哦。几个啊？有人丢了一堆空投哦。啊！你住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一堆空投。哇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跑，先跑。阿基，阿基，你不来我就没了。他还在看戏啊，没办法。阿基，限高啊，限高。OK， 哎、欸，他会挖，他会挖。小心，小心！还在限高，没补了，没补了，哇！会倒，会倒啊！啊！